家好好念，想想叶师兄的待遇。叶师兄？新来的，连叶师兄都不知道。看见那座山了吗？那里就是叶师兄的居所。哇，居然能独占一座灵峰。叶师兄是先天道体。什么？先天道体？那不是已经绝技的 bug 级存在吗？而且还是那位美女宗主的亲传弟子，宗主之前是收女弟子的。啊，可恶，好羡慕啊。这么说，叶师兄是咱们门派里很厉害的大人物？啊，不，他只是空有天赋，有资源，却从不修炼的废物。哎，叶师兄进入宗门已经两个月了，却从来没有修炼过，到现在，恐怕还是个凡人。啊，阳光明媚的日子，真适合睡懒觉啊。恭喜宿主成功激活强者打造系统。不是吧，系统又出现了。没错，正是在下。穿越者出门在外，装叉升级必备之选。本系统将致力于将宿主打造成为大陆第一强者。来吧，宿主，站在大陆之巅的旅途从现在开始。宿主，您不打算表示一下吗？系统而已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我叶凡是一位穿越者，在来到这里之前，我已经穿越了99次，遇到过各式各样的系统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功法万倍增幅，开局神兽，修炼速度翻几十万倍，无敌才是最寂寞。有一事，我打算苟着发育。呀，做人要低调。可突然跳出来一个天命之子，把我给弄死了。啊，不干了。还有一事，我在死亡的边缘疯狂试探。我进来了，我又出来了，你打我呀。啊，终于因为任务超时被系统抹杀。最离谱的一次，我好不容易升满级，这次终于满级了，却发现自己只不过是系统培养用来献祭给其他人的祭品。你终于有资格做我的祭品了。99次啊，没有一次闪中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所以我悟了，系统给出的那些好处都是糖衣炮弹，都是为了嘎我腰子的电炸。宿主，快醒醒啊，你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呢？我决定这第100次穿越，老子就是一条躺平的咸鱼。宿主，这次修炼的机会可是转瞬即逝啊。垃圾系统，只怕我修炼后积得更快。哦，逼我是吧。当当当当，新手礼包大酬宾，宿主获得万倍修炼速度加成。耶，这么好的福利，干巴的。你他喵的还我是吧。检测到宿主出现抗拒修炼心理，系统模块重组中。系统重启完毕，变更为打卡签到系统，只要宿主去指定地点签到就会获得奖励。发现今日签到地点，宿主住宅门口，只需要抵达签到地点后心中默念签到即可。来吧宿主，动起来嘛。只睡觉不活动可是不健康的行为哦。你还真睡着了。哎呀，还睡饱饱。宿主，您终于睡醒了。啊，你再不醒，我都在纠结白事做哪桌了。
哎呦，嗯，对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加油啊，宿主！到了，现在心中默念签到。好一个不配合。今天就吃鱼吧。本系统产生未知故障，开始重启。系统重启完毕，系统已经帮助宿主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比体圣水，饮用后可立即提升修炼体质，本圣水对妖修和鬼修有极强杀伤力。嗯，你洗得很干净吗？哇，不错嘞！等鱼做好就可以开吃了。为什么？你好，请问，哦，新来的吧？吃饭了吗？进来一起吃吧。来来来，吃吧。就当是自己家，别客气。他是迷路了，一会儿吃完带他去人事部。叶师兄，巡逻队的弟子，他们怎么来我这里了？诸位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叶师兄，我们正在搜寻一个善于变化的鬼修。八卦镜没反应，看来应该不在我这里呢。那我们到别处找找。哎，世道真是不太平啊。嗯，什么东西糊了？呀呀，坏了，我的鱼！虽然不知道这地方为什么能隔绝自己的鬼气反应，不过总算逃过了一劫。这个傻不拉几没有修为的家伙居然救了我一命。为了报答你，本鬼爷一会儿就把你吃掉好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身体这么痛？哎，虽然有些糊，但是将就着吃吧。哎，人呢？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，奖励神奇功法万古不灭诀一本。嗯，该功法蕴含天道意志，炼制圆满可肉身不灭，与天地同寿。太好了，终于有个像样的奖励了。嗯，那你可得好好练呀。嗯嗯，哈哈，这下饭桌总算稳当了。宿主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呀？系统出现未知错误，好紧张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呀，好日子。你看，叶师兄又去钓鱼了，多好的天赋啊，就这么浪费了，给我多好啊。好好锻炼，不要走神。是啊，又被师姐骂了，咦，好兴奋啊。师姐，出大事了，问祥宗的人打上门来了。什么？哼。小友，不要误会，我问祥宗并非要硬闯山门，只是因为被人阻拦搜山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搜山？我紫云宗的地盘，岂是你们问祥宗想搜就搜的？不让我们搜也行，那就请你们紫云宗把九尾灵狐救出来。九尾灵狐？那不是传说中的存在吗？宝物啊，真有一只的话，我们就发达了。我们追了他数日，最后在你们紫云宗这里追丢了。你们不让搜的话，总得给个交代吧。事关重大，需要等我师尊出关才好定夺。在此之前，你们问祥宗不得踏足我紫云宗半步。禁止踏足？我看是你们紫云宗想独吞吧，给我上！是。
凭这么点燃，也敢在紫云宗撒野？按计划行动，趁长老拖延时间，就由问祥宗感知灵兽能力最好的我，找到九尾灵狐吧。为什么这里会有人？现在不应该是修炼的时间吗？啊！这个没有修为的人，哼，凡人还不去修炼，他这辈子恐怕没救了吧？宿主，我检测到附近有极品灵兽九尾灵狐，我们一起去捕捉吧。这坑货系统，我刚打好我就让我离开，想害我空军不成？我懂了，宿主是担心捕捉灵兽会危险。不要紧，我这里准备了灵宠契约球，宿主只需将其投掷向九尾灵狐，即可将其契约为宠物。嗯，哦，宿主，您终于来干劲了吗？哎呦，钓了这么久，终于有收获了，也没空军。一条破鱼而已，会比极品灵宠更重要吗？哎呀，可恶，什么东西？什么有人想要强制欺压我？你人类想让我失去自由，然后在无止境的战斗中死去吗？别开玩笑了，身为九尾灵狐的我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契约？恭喜宿主获得极品灵宠九尾灵狐一只。怎么回事？我感觉到九尾灵狐被人契约了，难道是他在搞鬼？不管怎么样，先杀了他。万行一指。警告警告，宿主不要命了。完美级百倍伤害反弹。什么声音？难道大师那边出事情了？闪开。师姐你怎么了？坚持住。我刚刚那一掌应该不至于让他重伤吧？难道他想讹我？问祥宗的胆子未免太大了吧？真当我紫云宗好欺负吗？今天是我们不对，这些就当赔礼了，请放过我们。妈呀，九尾灵狐没找到，还遇到碰瓷的。不快点离开，这怕要倾家荡产呀。长老高见啊。他们是来干什么的？罢了，现在救治紫嫣要紧。这是。哎，师父居然发我消息。出事了，速来。啊，又是狗系统设下的圈套吧。一旦我理会这个人，就会有一连串的事件冒出来，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的奴隶。哎，凭这种过时的 PUA 也想让我上当受骗，瞧不起谁呢？师尊，您找我啊。你师姐快不行了，为师叫你来见她最后一面。什么？师姐今早还好好的，现在怎么会成这个样子？都怪问祥宗，紫嫣修炼的功法以炼化妖兽的妖气为基础，半年前他体内的妖力出了问题，情况一直不太好。今天紫嫣强行催动功法，又被击中妖气淤积之处，导致妖气紊乱并反噬，如今只怕命不久矣。师姐，你就是师尊新收的徒弟，那以后要叫我师姐哦。好，你不想修炼没问题，师姐以后会罩着你的。都怪这个狗系统，居然做出这样子的事，太卑鄙了。喂，别乱甩锅，烫枪啊。宗主，你吩咐我准备的灵水已经好了。宿主注视。这狗系统果然来忽悠我了，
闭嘴。唉，希望这灵水能缓解一下紫嫣的痛苦。师尊，还是我来吧，您休息一下。奇怪，这灵水的灵力怎么感觉比往常强大？紫嫣的脸色怎么会突然这么红润？难道是回光返照？不，不是回光返照，而是痊愈了。外伤也治好了。哦呼，境界竟然突破到了筑基十层。啊，奇怪，这到底是什么原理？嗯，师姐到底怎么了？至尊是精神失常了吗？紫嫣如今已平安无事，这问相宗到底想干嘛？我们两宗虽然偶有摩擦，但闯山门还是头一次，而且我们一来他们就下跪道歉，一气呵成，熟练到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而且我们在精明湖湖畔发现了一具问祥宗弟子的尸体，大概率是自杀。自杀？这问祥宗究竟在搞什么鬼？那个什么九尾灵狐有什么线索吗？没消息，不过此等真兽弟子们见到了定会好好对待他的。宿主，您的宠物正处于饥饿状态，再不投喂食物会有生命危险啊。枪支契约也就算了，至少给口吃的呀。算了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目标厨房。这也太干净了吧。哼，我九尾灵狐哪怕饿死死外面也绝对不吃这种东西。香，真香啊。有贼呀，抓贼呀。紫云宗的人都被骗走了。嘿嘿，灵狐追踪器越来越亮了，看来九尾灵狐就在附近。嘿嘿嘿，想不到紫云神人没有发现九尾灵狐，真是天助我问祥宗啊。天助个屁。那个不争气的二长老损失了大石，还赔偿了紫云宗，现在要我亲自出马，真是丢死人了。对对，都是宗主在保佑问祥宗，这个家不能没有您啊。那是自然。今晚我花重金请来了东皇最有名的三大贼王在外面打掩护，即使紫云真人来了，咱们也能全身而退。宗主英明，这个家没名得散呐。怎么还有人在这里？还是一个没修为的凡人，除掉便是。不愧是宗主，对付一个凡人也出全力。当我不存在啊。干什么这么大声，闹老鼠了？宿主，您终于醒了。趁宿主还没醒，先把事情办完然后再邀功。嘿嘿，本系统真是太机智了。我操，这难上加难是什么情况？就是现在。宿主，这两个人在您睡着的时候想杀你，被我提前解决了。嘿嘿，快夸夸我。你是不是当我傻？我穷得叮当响，人家图我啥？那我先用二长老的药救活他们，一问便知。啊，咱们能不能有点基本的信任呀？哎，我都活九十九辈子了，生死这种事早看清了。你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我还活着，
两位师兄，你们终于醒了。有高手，快跑啊！哎，我还没问。哎，算了，生死看淡，不问也罢。糟糕，忘记告诉他俩，二长老的药都有强大的副作用。啊，这几个人类在搞什么呢？真闹听。宗主，已经跑了500里了，咱们应该安全了吧？太可怕了！他不但能轻易化解了我的全力一击，居然还能在我们将死之际救活我们，还有他那诡异的笑容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份笑容。呦呦呦呦呦！没想到紫云宗竟有此等高手。哦，还是宗主您机智如神。幸亏我们跑得快。宗主，那九尾灵狐还敢嚣张，我们能活下来就已经是高人开恩了。回去之后立刻准备好大礼，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一定要让对方原谅我们。是，但是宗主，我怎么感觉身体有点怪怪的。我也是，难道高人给我们喝的那药有问题？宗主，对不起，我跑不了了，突然好想跳舞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有些想跳了。一起跳舞，我就是想要跳舞。把身体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，急需跳舞，找灵狐不如跳舞。烦死了！哼，你这个人类，大晚上的不睡觉还扰民。啊，看到一只小可爱，小兄弟，要不要加入我们呀？作为评委，我愿意为你转身哟。有变态啊！后山出什么事了？快去看看！啊，这……一大大，二大大，小娘子，我朝思暮想的小娘子啊！有变态呀！快去禀报宗主！哎呀，都一晚上了。宗主和大长老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，在这边。啊，这……出大事了！什么？问相宗的宗主和大长老死了？什么？宗主和大长老死了？这一次。我问祥宗定要和紫云宗鱼死网破，大战在即，现在我们得紧急决定一下谁当新任宗主。我来。这破宗真是没脸呆呀。问祥宗宗主的死很蹊跷，我的怪徒弟肯定隐瞒了什么，去看看。早饭做点什么美味呢？哎，我的菜呢？那么一大箩筐的菜呀！可恶，不会都被这小畜生给吃了吧？这小狐狸长相倒是怪可爱的。宿主。哦，这可是极品灵宠九尾灵狐，培养起来对您有极大好处。哎，这人虽然穷酸了点，但没有因为我偷吃打我，看来还不会。或许我以前对人类太过偏见了，以后跟着他说不定小日子悠哉得很呀。哇，心意相通了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宿主。
好好培养，你的未来一定光明一片。啊？嗯？狐狸这东西是清蒸好还是红烧好呢？无命休矣。防止逃跑，先宰掉再说。完蛋，我还不想领盒饭呀。乖徒弟，在忙什么呢？师尊，您来的正好，我正准备做早饭呢。这不是九尾灵狐吗？好像是啊。师尊，您躲远一点，别溅您一身血。好，好的。好个屁呀、啊！师尊，那是我的早餐呀。呸！他这么可爱。师尊要是喜欢，就给你好了。这徒弟是被问祥宗传染变傻了吗？拿这种宝贝做菜，哎，应该还能多活几集。师尊，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差点把这事忘了。走，进屋脱衣服。哎，师尊，你请自重啊！我都一千多岁了，怎么会对你感兴趣？我是让你脱了上衣做检查。都单身一千多年了，我可不好说你会不会孤单寂寞。再说我都活了99世了，论寂寞你还真比不上我。奇怪，还是没有修为，他一定在隐藏实力。乖徒弟，趁着四下无人，你就告诉为师你的真实修为吗？为师会替你保密的。这眼神，这语气，还说不寂寞？好吧，我坦白，我的修为就如同婴儿一样，就是个普通的凡人啊。啊，婴儿？难道他在暗示我，他已经突破到元婴了？我现在也不过是元婴五层啊。不愧是先天道体，我们紫云宗崛起有望了。啊，师尊好像误会了什么。为师明白了，好好修，不对，好好玩，为师看好你啊。你都明白了什么呀？那为师先走一步了。哎，早餐没了，只好去钓鱼了。太好了，等他修为超过我，就把宗主之位让给他。小灵狐，你就先在这里避避风头吧。紫云师妹，你那乖徒弟叶凡在仙域峰过得怎么样啊？他一直吃喝玩乐不修炼，简直是浪费宗门资源。哼哼，浪费资源？不怕告诉你，我的乖徒弟已经元婴了。笑死我了，师妹，就他。宗主，不好了，二长老又亲自试药了。啊？二长老，你搞错了。这次不知道会持续多久，发生什么了？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离开我呀。啊，来呀，非礼了。哎，是二长老。哎，云儿，你终于来看爹了。嗯。警告，警告，宿主，他是个危险人物。臭小子，还说自己没修为。哎，原来他真在隐藏实力。啊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好，一激动把宿主的力量增幅了。乖徒弟，这是要去干嘛呀？禀告师尊，我想去镜明湖钓鱼。去吧，钓多久都可以。单凭宗主这态度，就可断定叶师兄果然是厉害人物。能推开二长老，怎么说也有筑基了。两个月从凡人到筑基，太妖孽了吧。哇，叶师兄的大腿我抱定了。师弟，哦，别练了，叶师兄要去镜明湖修炼，快去观摩啊。
师兄。哦，听说叶师兄要在静明湖指点我们，千万别错过呀。师妹。啊，叶师兄要在静明湖传授绝世功法，一起去吧。师兄。哦，我听说叶师兄要在静明湖渡劫，你陪我去看看呗。长老。嗯，叶师兄要在静明湖引发天地异象了，不要错过呀。真的？真是的，这么明显的谣言也信？我要去好好说说他们。我看你也信了。叶师兄，你钓鱼的姿势真帅，动作完美，行为潇洒。可是为什么没有感觉到灵力波动呢？一定是我的级别太低了，要多多学习才行。怎么样，我徒弟引发天地异象了吗？宗主，注意形象。啊，大夏天的，怎么天气突然变冷了？像被好几个变态盯上了一样。哎，还是早点回去吧，别感冒了。都在这干什么呢？给我回去修炼。是。你好意思说这话吗？收获颇丰，喝鱼汤喽。宿主，你的住宅门口出现千刀点，不必默念任何咒语，路过即可获得极品奖励。哇，恭喜宿主签到成功。成功了，我这次终于让宿主签到成功了。这瓶超级经验水可以让你直接晋升到元婴一层，并获得一次感悟天道的机会。哎，不好，忘记浇花了。正好你送了这瓶水。这哟，九眼。我要哭死在你面前。身为植物的我居然获得修为，成为了一名妖修，这是叶凡主人的恩赐啊。快看，天地异象，叶师兄显灵了。原来叶师兄是担心我们白天看不到异象，所以才在晚上展现啊。叶师兄，您太体贴了，不愧是我的偶像。这也太夸张了吧。原来天地异象不是谣言啊。呜呼，我们紫云宗要崛起了。终于攒够两筐菜了，可以去送给叶师兄喽。嘿，小师弟，这么多菜哪来的？啊，诸位师兄有何贵干？菜留下，就当你孝敬我们了。拿来吧你。谁都别想碰我的菜。哎呀，你小子，给我上！哇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呦，这是什么怪力？哎呦，哎呦！叶师兄的菜总算保住了。我紫云宗和你火雨山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今日阁下前来是为何？放心，我们火雨山还看不上你们这破地方。我是为了九尾灵狐而来。我没见过什么九尾灵狐。切，不肯说实话吗？九尾只知八九。来吧，以为我们怕你火雨山不成？他如此强势，看来紫云宗有九尾灵狐消息是真的。我这就回去禀告大王，灭了你这紫云宗。别想跑。不好，下面是。还得是我叶师兄做的菜，而傲香啊。
小夫难做无米之炊，多亏了你的菜。嗯，这是妖气？什么？你们再敢靠近，我就把这两个人杀掉！不好，我的宝贝徒弟，把人放了，我们可以放你走。切，都别过来！叶师兄。啊？叶师兄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，不愧是我的偶像。敢毁我美食，我必毁你天堂。收到，大威天龙准备完毕。嘿咻。嗯，这是。叶凡的实力恐怖如斯啊。哇哦，我的乖徒儿好帅哦。哦。乖徒儿啊，半个月后比武交流大会，你看是不是可以参与一下？我师尊，今晚铁锅炖大鸟，晚上过来吃呗。啊，不了不了，那个为师先告辞了。嘿嘿，搞定。恭喜宿主打倒大老愣一只，奖励万古不灭诀一本，现已发送至宿主储物箱中。没兴趣。宿主，你这样我很容易抑郁的。叶师兄，我来帮帮忙。嗯，好。叶师兄，我吃饱了，垃圾我就扔下山喽。好，注意垃圾，不要乱扔啊。哎呦，嗯，这是叶师兄叫我注意垃圾，难道啊，万古不灭诀？这一定是叶师兄借着丢垃圾的由头赐给我的。爹娘，儿子终于要出人头地了。嘿嘿，我一定要加倍努力，不负叶师兄的期望。呀吼，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。开启第一步，真气运转。哇，比武交流大会要开始了。这天青宗的非洲可真大呀。我那倔驴似的宝贝徒弟怎么都不肯参加比赛。罢了，只要他能顺利成长起来，紫云宗甚至有机会问鼎东荒第一的宝座。不愧是叶师兄的恩赐，我已经成功打通半条经脉，再给我两个月，定能成功打通整条经脉。明白，文清受伤了，明天的比武交流大赛你顶替他的位置。啊，我战力比文清低一层，替他出战还不被人给揍远了吗？放心吧，师父保你死不了，随便打打吧。不要啊，我是真的会谢。下一轮天青宗黑木对战紫云宗李明白。我的眼睛就是尺，他不被打出点什么来就算夹得紧。这家伙不会是演员送人头的吧？真是服了文清这个老六，等会一交手我就立马躺地上，丢人总比受伤强。你放心，我会手下留情的，顶多让你躺半个月而已。Thank you， 你人还怪好嘞。又上了一个送人头的。等会儿该怎么装得自然一点，不被看出来了。你在发什么呆？看招！我这一拳足以将炼气四层的修士给打趴下，他怎么没事儿？奇怪，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疼？你小子开挂了。黑木师兄，你手下留情让我很感动，下一招
可以力气再大那么一丢丢，不然我们看上去太假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们紫云宗的人就只会挨揍吗？敢不敢跟我过过招？威姆师兄说的有道理啊，我先动手激怒他，然后再顺势倒下。对，嗨，威姆师兄得罪了。哇哦！啊！我也没用多大力气啊。我就知道，宝贝徒弟不出场只是假象，他为了给我长脸，早就安排好李明白这个后手了。哎，黑木怎么一下这么拉了？这黑木不会是黑木吧？你是在质疑我们齐天宗的裁判吗？哎，小的狗嘴吐不出象牙，你别生气。我这力量一定是修炼万古不灭诀的效果。我现在感觉能打十个。终于站起来了。这就是所有情报了。照这么来看，九尾灵狐果真在他们手上。走，是时候让人类回想起了被支配的恐惧了。夺了九尾灵狐的妖丹，未来东荒第一妖主的位子就是本王的了。哇哦，走你！看你们谁还敢小瞧我！李明白七连胜，还有哪位要上台挑战的？还没出力人就躺下了，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紫云道人，没想到你宗还藏了这么个佳苗啊！天青道人过奖了。听闻贵宗捕获了九尾灵狐，可否拿来观赏观赏？你紫云宗是想独吞吗？什么？难道他想……我数三个数，乖乖交出来，不然今天就是你紫云宗覆灭之日。三。做梦！你当我紫云宗好欺负不成？二。恃强凌弱的畜生！一，既然如此，六，那就去死吧！啊，修士内讧！啊，这声音，难道是？有趣！万物化神，灵夜雕王，好可怕！来的全是元婴期的妖兽，那佛玉山怕是倾巢而出啊。灵狐原来在那里。检测到九尾灵狐即将面临毁灭性危机，请宿主立即前去救援。啊哈，今天的蔬果也很新鲜呢。当我什么都没说。启动紧急自动召回功能。哎，原来是主人救了我们。那外面出现了很恐怖很恐怖的妖气，快要吓死宝宝了。嗯，嘿嘿，比半个月前肥了不少啊。怎么回事？气势似乎转移了。哼，转移又如何？一样逃不出我的神识锁定。跟我来。那个方向是仙玉峰。啊，我的宝贝徒弟。最优秀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。终于抓到你了。嗯，不是九尾灵狐，
八老，你们又想干什么？不好，来晚了，赶快放了我宝贝徒儿，惹他生气的话，后果很恐怖的。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嗨，师尊，这小辈看起来确实不怕鹰眼雕王，难道他真的很强？哼，雕王是吓大的，我立刻就捏死他给你看。警告，警告，宿主，你走开啊。算球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防御开启。嗯，这是什么攻击？难道他是化神？哎，这大雕王也太菜了吧，无聊，真是求死不能啊。秒杀，半步化神的雕王被一击秒杀了。这绝对是哪个老怪物伪装出来的，刚才我这般折辱紫云宗不好。紫云道友，我家山门前王小二家的看门狗的隔壁猪圈的鸡棚里的小鸭子过周岁，小道要赶回去吃席，今日先行告退了。啊，等等。完蛋，交流大会还没办完呢，怎么就要走啊？不了，我们弃权，以后也全都弃权了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嘛。啊，道友该不会以为之前咱们有些许不快，我现在要敲竹杠了吧？不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多谢道友美意了。完了呀，我天青宗要破产了呀。去年羽绒马甲那么死贵，这么大的雕得出多少羽绒啊。我都发财了。不知道他有没有胆结石啊。嗯，随你们处置。这也算物尽其用了。话说，我好像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着。啊，九尾灵狐！啊，我的小心肝呀！给孩子吓的。哦，我还到处找呢。原来是师尊捞出来了。啊？啊，芜湖这么可爱，你为什么要伤害他呀？哦，而且你之前都答应送给我了。好吧，那换吃那只傻雕吧。但烹制雕妖的肉还缺几味药草做辅料，我马上去准备。我还没说要啥呢。于是这一晚上整个紫云宗都弥漫着鸡肉的香味。李师兄，你是怎么变得如此威猛的呀？是啊，吃点我们下呗。跟着师兄混，一天吃九顿。李师兄，你的意思是？从叶师兄不出场，到火雨山群妖出现，再到青云宗发难，直至最后一网打尽，这一切是不是发生的太丝滑了一些？这些难道都是叶师兄？没错，这一切全在叶师兄的剧本之中。叶师兄牛逼！我等对叶师兄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古籍中记载的先天道体强大近神，难道宝贝徒弟正如弟子们传言，
当日之事都在他的计划之内。既如此，我也不必过多担忧，也该做正事了。只手里是一颗卡纳放于我，谁道你的吻为何不放过。有长老准备好储物袋，随我一起去天青宗拿货。唉，好无聊呀。师尊他们出门打劫八大宗都三天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宿主，师父此行肯定满载而归。我去隔壁偷学了套败家系统，要不要试试呀？你少来诱惑我，并且这手段也太狗了点吧。宿主，你这么对我，我可要掉小珍珠了。亏我刚才还帮你签到了。恭喜宿主获得神秘宠物蛋一枚。哦，哈，这蛋，这颗蛋表面蒙光四溢，极有可能是仙兽中的极品种蛋。宿主，快去成为神兽宝贝大师吧。嘿呦，优质蛋白这不就来了吗？宿主不要这样啊。不行了，好崩溃，感觉又要重启了。啊，美味的蒸蛋。嗯，是蛋怎么没熟？难道是什么狠活？神秘宠物蛋发生未知变异，即将孵化。这是拆家狂魔。狗狗这么可爱，一定要多整一会儿。亚美乐，宿主你才是真狗啊。拆家天花板呢？凉风如干饮，山色似珍馐，难得如此清闲。飞犬，能飞的幼犬最低也是金丹期吧？能抓到当宠物的话，岂不美哉？区区散修，碍事。这元婴幼兽定能弥补我天青宗被打劫的损失。跑得挺快，继续追。我看这幼兽怎么有种脑干缺失的美。幼兽嘛，体谅一下。捉到了。振兴我天青宗就全靠他了。吴长老，你从哪儿捡的宝？不会被人发现吧？宗主放心，我把沿路的修士都杀了，绝对不会有第二个宗门知晓。七长老，接下来就拜托你了。好，我立刻验出这幼犬品级。傻狗，把我的碎羊丹还回来。终于抓到了这傻狗子。蠢货，快给我吐出来。采光？为什么会是采光啊？不对，这碎羊的颜色在变身。孽畜啊！他竟然……看来这确实是只傻狗呀，不如炖肉给我滋补一下肾气。等等，不对，
一口咬炸化神期都不易打破的碎阳灯，哈哈，我天青宗发财了！宗主，不好了！后山禁地发现天地异象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什么？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尔等还不快快叩见老祖！天青大阵，真的是老祖！见过老祖，见过老祖！起来吧，马上三千年了，再吸收一日天地灵气，我便可顺利达到洞虚境出关。看你们戒备时，却连防身的法宝都没有，这不应该呀、莫非天青宗有难？回老祖，近日发生了很多事，请听在下一一道来。可笑！区区化神境的紫云宗，就敢骑到我天青宗头上，一帮废物！明日随本尊前去，屠族泄愤。是。老祖威武霸气，我等这就去准备。只想旅行去天台那望与我，谁曾你敢问为何不放过我。怎么回事？今天的天地灵气怎么突然变少了？完蛋，明天不能在徒子徒孙面前丢脸呢。嘿嘿，老祖霸气威武，好崇拜他。我们宗从此一定战无不胜。自老誓死效忠天青宗。说得好。助我突破洞虚境是你们的荣誉。两个垃圾，这点灵气还是不够。竟然有股比千年雪莲都还要精纯的灵气。你这死狗，狗毛呢？竟敢侮辱我，本尊要你这畜生以死谢罪。这哪是屁呀、勾点芡就是喜啊！我堂堂半步洞虚境修士，竟然被这畜生一劈崩裂了，这他妈什么螺旋榴莲香蕉屁啊，简直是长城怕、什么动静？等等，难道小畜生，这里受官丁阵法的限制，到此为止吧。孽畜，不要啊！我一旦肉身暴露在外的话，就完蛋了。所有天青宗弟子，迅速到后山集合。附近一个弟子都没有吗？可恶！早知道就不杀那两个弟子了。小祖宗别拔了，回头我叫人给你吃肉肉好不好？乖徒弟，前段时间的雕王一事你辛苦了，趁着四下无人，不不如我再帮你检查检查身体吧，别受了什么暗伤啊。师尊，
你该不是上瘾了吧？我，宗主，不好了，天青宗偷袭了我宗后门。啊？嗯？可恶，这个天青道人竟坏我好事。宝贝徒弟，我出去一趟。师尊，早去早回。早去早回？难道这小子脑子突然开窍了？神经病啊，哪有搞偷袭这么大动静的？这么大阵仗为啥要走后门？全体目光向我看齐，看我看我，我天青道人要宣布个天大的事儿。天青道友，你今天这是几个意思？哼，几个意思？我们的天青老祖复活了，你们紫云宗的死期到了，哈哈哈哈。啊！天青老祖，不好！当年天青老祖的修为可是化神十层，就算修为倒退，我徒弟恐怕也不是对手。我看紫云真人你也算是有几分姿色，不如给我当个道侣凑合凑合啊！嘿嘿嘿嘿！你再口无遮拦，信不信我把你的舌头挖下来？我就喜欢你这看垃圾的眼神，这样才够味儿啊！今天就是你苦等1800年的开包之日。啊，长老这玩的挺花呀！哈哈哈哈，看来老祖要到了，就让你们看看我宗老祖的伟岸身姿吧！出大事了，宗主！这畜生把老祖的坟给刨了，老祖他好像灰飞烟灭了，他还把经书账本等全都毁了。哎呀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宗主，老祖已死，宗门根基尽毁，没人是那小子的对手了。天杀的老祖，你出来干啥？我这下舔狗都没得装了，造孽呀！混啊！真相里是虚天太难防御我，谁曾迷恨我为何不放过？我去，这货的心理素质是怎么修炼到元婴的？八成是柯耀科上来的吧。所有长老听令，清剿天青宗。是。哟，还挺热闹。师尊这招好帅呀、啊。通知全宗打伤即可。不要伤及性命。是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啊！我的方向，快追上去！啊啊、难道是刚才天青宗说的幽兽？非洲都要六个时辰才能到这里，他半刻钟就到了。必须拦住他，我们紫云宗可经不起他折腾啊！完全赶不上啊！一法，果然是冲着我的宝贝徒弟来的。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非和你拼命！你个狗东西，跑回来就算了，还给我戴口棺材是几个意思啊？回来？难道这妖兽是徒弟你养的？师尊，我看这妖兽还是顿了省心。乖徒弟，那个，要不再考虑考虑？师尊，子宫乃是大凶之物，有他无家，留不得。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我真的很想要。师尊，你别这样，我的小心脏受不了啊！哎，算了，你拿去吧。嘿嘿。好耶！啊，
宗主，这妖兽你怎么驯服了？没想到吧，这是我那乖徒弟养的。啊！我那乖徒弟神机妙算，半夜派灵宠去捣毁了天青宗的诡计。话说回来，师尊，这小家伙日后不能也把咱们紫云宗拆了吧？应该不会吧。宗主，不好了！我们和秋明师兄遇上邪修了。什么？胆敢有邪修在我紫云宗附近，还重伤我宗弟子！大长老，加强宗门戒备；二长老，即刻传信其他宗门，发现邪修，一同剿灭。是。幸好老娘命硬，等我成为元婴，一定要天青宗好看。这世道也太差了，明明给了钱，还是把我丢下马车。啊！哎呦，我这把老骨头，可怎么回家呀？老人家，要不要我用飞剑带你一程？可以吗，小姑娘？那真是谢谢你了。不用谢，修士所作所为，都算是回报苍天。算你倒霉。哼，蠢货，捡尸快哉。谢罪大人，贤嫩小修士奉上。只要不断孝敬噬心第七石魔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能成为东皇最强的修士。恭喜宿主自动签到成功，获得强力驱邪符一张。嗯，你看我是不是很棒？现在我已经学会自动签到了。无聊。宿主，你这样我的小心脏真的要碎了。叶师兄在吗？嘿，新鲜的蔬菜。师弟辛苦了，待会儿一起干饭吧。不啦，师兄，一会儿我还有点事儿。那个，我还可以帮师兄顺手带走一些垃圾。好，那就有劳师弟了。看看叶师兄又给我准备了什么宝贝呢？耶，啊，真的只有垃圾吗？等等，这是符箓。我就知道叶师兄不会亏待我的。回去之后我一定要用心研究研究。奇怪，怎么这一路上连个人都没有？他这是昏倒了。老人家，你还好吗？还是先带回去吧。忙了一整天，累死我了。今晚夜色真美啊。叶师兄对我真好。只想你身躯飘飘那梦与我，谁懂你的温柔和无风。算你小子倒霉，抓回去做祭品交差。啊，这是驱魔圣光。老先生，您怎么躺地上了？老先生，醒醒啊，老先生。你不要过来呀、啊。老人家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紫云宗的弟子。你不要过来呀！前面危险！老人家，你撑住，我马上给你灌出真气。不，
这真机灌入我的体内与魔气相克，只要我会死的。啊！没有气了，好可怜。李师弟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还以为你也出事了呢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听巡查长老说，邪修在北镇出没，骗走了很多师兄弟。那巡查长老可见过邪修的模样？ 听说是个老者，银白胡子，拄着魂木拐杖。是我背回的那位老人家，他为什么不杀我这个炼气期？好像还很怕我。对，必定是怕我身上的符箓。叶师兄早料到宗门有此劫难，受我此福。如此说来，我身负重任啊！李师弟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有失去找掌门。 六长老，您安排扩大搜索范围，优先找到失踪弟子。是。头疼，邪修弄得门内门外一团糟，要不请我的宝贝徒弟帮忙？<笑>说不定我的宝贝徒弟已经料到了这一切。宗主，宗主，叶师兄让我来帮忙啦。李明白，这里是宗门大殿，吵吵嚷嚷的。 成何体统？太好了，快说说，你有什么妙计？啊？不好了！又来！这些弟子真就没一个省心的。什么事这么慌张？巡查长老带回来的师兄弟们入魔了，又拐走了好多个。<笑> 嗯，好可怜，怎么这么多？可恶，邪修竟如此猖狂！召集长老，即刻出发。李明白，你也跟上。是。终于轮到我出手了。嘿嘿嘿嘿嘿。 大约终于上钩了，邪修应该就在这里了。大长老，法宝卷轴都带着吧？嗯，都带着了。二长老，等会儿你分一批人在外围守着，别让邪修逃了。是。宗主，那我呢？既然宝贝徒弟看好你，你自然随我们一起进去。 好耶！啊，李明白，这里除了你，都是元婴大长老，你就不害怕吗？嘿嘿嘿，我想过了，长老，你们能量充沛，肉质鲜美，邪修哪能看得上我呀？对了，掌门，您再给点糖面的宝贝呗，要是你们出了事，我好给二长老传信，让大伙快逃。丫的，好想揍这小子一顿。 这是，都好晕。不好，这是上古魔气，大家快服用避厄丹。嘿嘿嘿，区区避厄丹就想摆脱我的魔气？糟糕，魔气变强了！众长老结阵，宗主。 我的真气被封了，我们的也是。哎，为什么我没感觉？<笑>我当然不会让你们使用真气了。怎么回事？这邪修的威压竟比化身都虚都要强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们可以称呼本座为孽罪。<笑>孽罪。 谢长老，这个叫什么孽罪的，很厉害吗？孽罪岂止是厉害，简直是恐怖，好吗？万年前，噬心战魔携起手下十二指魔，血洗了整个东荒，那一战足足打了100多年。啊！
数十万渡劫期的大能集体自爆，却拉着噬心战魔同归于尽。面对三十多万大乘期修士的联合绞杀，灭罪却是始魔中最后一个倒下的。 万年前，你明明已被杀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未免太看不起我们伟大的魔族了。人类能成为本座力量的一部分，是你们莫大的荣幸。糟了，生命力和能量快要被吸走了。我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？ 还没有跟我那宝贝徒弟共度良宵，明明还有很多话没和他说呢。师兄弟们都不行，我该怎么办？对了，这是李明白。臭小子！ 别冲动啊！你就这么急着想死吗？念什么的，准备受死吧！这就是我徒弟给你的法宝。感觉力量在急速增强，你师兄果然料事如神。去死！区区炼气期，你在老子面前装什么？这是血极金光？ 啊！念什么的？你完蛋了！外面怎么这么亮啊？你小子挺强啊！区区炼气期的法宝。 怎么奈何得了我？那就试试这个。虽然不知道这是啥招式，先摆造型就对了。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受死吧！啊！这招式好变态啊！啊！啊！ 眼睛好痛啊！这里是哪儿？我们不是来喝酒的吗？<笑>我的宝贝徒弟真是无敌绝绝子呀！李明白，好样的！哈哈，我不过是沾了叶师兄的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高兴的太早了，一群小趴菜！ 叶师兄，我和宗主来看你了。师尊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看我了？还没准备午饭呢。宝贝徒弟，我今天我是来请教，请教如何做菜的。做菜？师尊，你不想着修炼，却想着做菜？为师怎么说也是个女人，万一要是哪天嫁人了，也用得到吗？ 你是不是看上哪个老头要拐回来当师公了？你就这么整天，你叫为师？母老虎发威了！本徒弟真是榆木脑袋，你就不能让我拿做菜来当理由吗？师尊，既然你想学做菜，那随我来厨房吧。你等会儿一定要认真听哦。那是自然，徒弟，我们走吧。 就是他给的驱邪符，怎么是个没有修为的凡人？等等，他的体质是先天道体，哈哈哈哈，千诛我也！我占据这个肉体，我便可重回巅峰，不，甚至超越诸上，也不在话下。
检测到宿主即将被强大的魔使附身，宿主可以去指定地点签到，获得抵抗光环。算了，为了这动画没那么早按的，直接发给你吧。徒弟，你说的这金屋藏娇怎么做啊？我看看啊。师尊，你这样不行的，你这都快把豆腐捏爆了。没办法，我没做过菜吗？师尊，你放松，跟着我的节奏来。你这样弄得太紧了，我根本放不进去啊。要慢慢的捻，然后有规律的上下捋动。这里可以轻视一下有多深，是否到顶，是否会顶破上面那层膜。啊！别再说了。师尊小心。烫伤没？好疼啊。都1000多岁的人了，还是小姑娘卖萌。你还笑，为师都快疼死了。叶师兄，你们菜做的。一开始确实很疼，习惯以后你就不会疼了。啊，叶师兄和宗主在做什么呢？只想你是 QQ 看他放于我，谁叫你看我为何不放过。我会慢一些，时间还长。哇，叶师兄和宗主居然是这种关系，太羞耻了。师尊，你这做的是黑暗料理吗？奇怪，明明我的魔气影响到他了，为什么占据不了呢？去，下不了手还不快滚。我觉得就该由内门弟子带着外门弟子出去历练。你觉得？哼，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够了，不要再吵了。哎，宗主，您突破到元婴六重了，您什么时候突破的？没什么，也就昨天跟着宝贝徒弟学做菜时突然感悟到的。那是一股特别的力量，它如同暖流般汇入我的体内，还疏通我的经脉。汇入体内？可这和做菜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，我的宝贝徒弟搂着我的腰时，我感受到真气不断撞击我的丹田。撞击，在经历了将近2个时辰后，我突破了。两个时辰？对啊，就是2个时辰。怎么了？这种虎狼之词是可以当大家面说的吗？宗主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呜呜喳喳的。凤鸣山那儿有洞府问世了。啊，洞府？什么？师尊，您是说凤鸣山有个叫赵廷真的洞府问世了？八九不离十，各个宗门都在集结人手呢。别拒绝的那么……好，我去。哎，你又去？毕竟我还从未见过洞府问世是怎样一个盛况。话虽如此，但我更想知道赵廷真这人是不是70世认识的那个。主人要出去玩，我们一起去。啊，我能不去吗？不行。紫云宗来了。知道了。紫云真人，你这也太慢了。你可真让我们好等啊。瞧各位宗主运气的，莫不是找到什么靠山？靠山？我姑且算是吧。这个标志是东华城一线宗门显应宗。哎，这就是紫云真人，长得还凑合，可惜太老了，不然本公子还想收为小妾呢。你慢，显应宗势力庞大，不可为敌。是。等会儿你们给我进去探探路，大能的继承归我，剩下的宝贝你们。什么？他是谁？哦，这是我最得意的宝贝徒弟叶凡。
师尊，我只是个凡人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他就是叶凡，还自称自己是凡人。不对，他绝对在收敛气息，还给他装上了，拽什么拽？凡人是吧？等我废了你的丹田，定叫你安心当凡人。李公子，不可胡来，这人养的灵兽可是杀死了化神巅峰的天青宗老祖。啊，化神巅峰？那他的灵兽岂不是洞虚境？此人至少是洞虚境，否则压制不了手下的灵兽。晚辈李尔弼见过叶前辈。附近可有休息或者纳凉的地方？自然是有的。叶前辈，往这儿坐。哎呀，谢谢啊。哼，敢来和我抢大能继承，等洞府开启后，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你。不用。又有新玩具喽。师尊，洞府还有多久才能彻底问世啊？再等等吧，洞府少则半天，多则一年。等等，要显示了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正阳宗重新现世，这宗门也太壮观了吧。这正阳宗还真是我这一百世轮回里第一次见。听说正阳道人有个操控时间流速的宝贝，天地无极，只要得到它，我的修炼速度便不输先天圣体。宝贝徒弟，洞府开启，不妨随我一起。不必了，这洞府除了这奇观我已无兴趣，我在外面帮你磨望风。快过来，这边有好东西。好东西？只想旅行去天塔那梦与我，小畜生，速速退去，本王可饶你们不死。这里好危险，我们快走吧。大骨头，我来喽。胆敢偷我宝贝，找死。妈呀，我可不想凉在这儿啊。终于解开最后一道阵法了。哇，没想到正阳宗即便覆灭，阵法仍能运行数千年。师长老，等会你趁机夺走天地无极，我负责拖住这帮元婴废物。事成之后就撤，切勿惹急叶凡与紫云宗。李公子，这便是最后一道阵法了，我等马上就能见识到这传承了。见识到传承，前提是你们活到那个时候。去死。什么？雷法剑。李斗勇，你这是为何？为何？你们还没资格知道为何。师长老，趁现在。放心，在下必定拿到天地无极。什么东西？师长老，就是你们这群人类联手盗取我的宝物啊。这是宝镜月熊。你们都给我死。大家快跑。别想逃。
七长老，四长老，该死的人类，把我的天地无极还来！呀，不是我们拿的呀，别追了！哎，娘的，这些跳进九龙运也洗不清了。宗主，这样逃也不是个办法。我这边有颗六品御风丹，您先吃着。二长老。 您还是自己吃吧。哎，啊，哈哈，那这丹药就由我常见道人收下了。别，快吐出来啊！哦，不愧是御风丹，身上充满了力量。等等，这是鳞片。这到底是什么毒丹呢？嗯，哎。 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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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亏是前二长老的亲孙女，练出来的药果然一模一样。我练的药还没那么不靠谱啊！你也是二长老，你们紫云宗长老的位置是世袭之？李二弼，与其关心我们紫云宗正武，不如先担心一下你背后的暴君月雄吧。哼。 反正那熊现在又不追我了，给我站住！警告，警告！宿主即将遭受毁灭性打击，请宿主赶紧逃离。动不动就毁灭性打击，能不能有点创新啊？这……嗯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师尊带你们来的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嗯？ 不好！阿命来！哥，可恶，来不及了！力量暴增，宝贝徒弟，尝尝这一招！去！堪比洞虚境巅峰修士的妖兽啊！叶凡这都能秒杀，并且暴君月雄的背后可是身上最坚硬的地方。 叶凡究竟是什么实力？刚刚那招好像没有灵力吧？也就是说，他还留手了。83式当格斗加时修炼的杀招，下意识就用出来了。干！狗系统逼我出招，又或我重新依赖系统，太卑鄙了！嗯，啊，看我干啥？保护宿主不是我应该做的吗？ 嗯，好啊，你们还敢来啊？你们，主人，哈哥哥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怎么会？主人就是陪我们玩。 真是不叫人省心！啊，宿主，他们可是你未来的助力啊，你温柔点。师尊，回宗。好。 宝贝徒弟，你是要给灵宠炼丹？不，炼狗。什么？宝贝徒弟，这次要不你再继续考虑考虑。啊！哦，这次师尊支持你。嗯，那等会儿可别打开丹炉，不然就白费了。 白费，果然啊！宗主，你这次又打什么主意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徒弟实力强大，真想杀灵宠，不就两脚的事？还有，宝贝徒弟往炼丹炉里扔的，可不只是灵宠哦。哎，难道他想用三魅火配合天地无极，训练他的灵宠？
正桑拿、烤火炉、日光浴。族人，你真的要杀我吗？爹娘，我还有好多好吃的没吃到。狐狸妹妹，你很难受吗？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哇！恭喜宿主，您的灵宠发生了变异，狗子进化出新的技能。防御共享，可以指定目标共享防御一小时，冷却时间一天。九尾灵狐则是材料软化，可以将坚硬的材料软化成易于下口的状态。啊，惩罚一下还能变异？快看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哎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接下来便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狐狸妹妹，快看快看，我能说话了。哎，我也是，我们这是变异了。不知道，狐狸妹妹，我总感觉后背有个东西痒痒的。我来看一下。这啊，乖乖。哇，公狗还能被母狐狸给骑了，这变异也太离谱了。紫云宗给我听着，交出天地无极和灵兽。宗主，不好了，玄阴宗的人来了。还来？这些白痴宗门怎么喜欢排着队送死？若是乖乖听话，我还能高抬贵手饶你们一命。如若不然，我就让你们紫云宗彻底消失。紫云宗，我给你们三分钟时间，若交不出天地无极和两只灵兽，我定踏破尔等祖坟。那两只灵宠本就是我宗所养，天地无极我没见过，倒是那暴君月熊一开始可是奔着李道友去的。大师长老，休听他胡说八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等硬抢了。五位化神期，诸位长老，接劲儿！慢着，太好了，宝贝徒弟你来了。就是你们想要灵宠。妈妈呀，他来了，我不快点撤吧？李二逼这小子被吓成这样，难道这人真能一脚踹死暴君月熊？太好了，那就让你们尝尝这俩货的厉害。深邃的月神啊，我仅仅在渡劫境大能那儿见过他，莫非也是活了万年的老怪物？爷爷，亲爷爷，别杀我！送你们了。嗯，就这么给我了？嗯，看什么看？这个红白毛的家伙好难看。算你们紫云宗识相，天地无极一事便作罢了。嘿嘿嘿，我应该已经猜到小爷爷的用意了。不对劲，就这么把灵宠给我们，他们怎么还在傻乐？叶凡可是仅凭一狗便灭门了天青宗，李二弟你可得小心呐。这可不妙。大师长老别上当，这灵宠要不去得啊。这里哪轮到你这废物说话。道友，你实力高深莫测，何必待在小小紫云宗，来我妙音宗做个长老如何？抢走灵宠还要抢走我的宝贝徒弟，别痴心妄想了。哼，我妙音宗乃东华城第一宗门，而你紫云真人修为甚至比不上自己徒弟。
我妙音宗乃东华城第一宗门，而你紫云真人修为甚至比不上自己徒弟。你，师尊好了，没必要与这种人争执。紫云宗就是我的家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家，没想到你对我们宗门这么上心。在家里做菜都比去妙音宗强上一万倍，一万倍，一万倍，一万倍。宝贝徒弟，你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原来这个老怪物贪图他的美色呀！哎呀，那没必要再劝了，溜了溜了。欢迎各位来到东华城，不知各位今年又会要给李某什么样的惊喜呢？宗主，我有两头极品灵宠相赠。灵宠，快带来看看。宗主，您可看好了。哎，三长老，救救我呀！李尔碧，大师长老，你在搞什么鬼？这不是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李尔碧，你把我灵宠弄哪儿去了？房顶什么动静？狐狸妹妹，快吃吧！我发现这些东西里都能提升你我灵力。啊，太好了，以后不会再挨饿了。师尊，这酥脆熊掌好吃吗？好吃。宝贝徒弟，你就这样将灵宠送去妙音宗，不担心会有变故吗？变故？妙音宗那么多天才地宝，帮咱们养着多好呀。我的宝贝徒弟真聪明，真是我的。什么动静？我去看看。姐姐，姐姐。哎呀，别闹。嗯，姐姐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也没地方可去，先住这里吧。好。宿主，看样子你的灵宠回来喽。好你个狗东西，还敢溜回来。这是？你谁？主人，主人，我们回来了。好你个狗东西，这两个兔女郎是什么鬼啊？我感觉主人喜欢大球球，就把他们带回来了。你怎么知？不是，是谁跟你说的？叶凡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尊，这个，这就是你把灵宠送出去的理由？师尊，你听我解释啊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嫌为师老，不如货真价实的少女来的好，是吧？哎，师尊又开始奇奇怪怪的幻想了。这个声音，这个灵魂，莫非他是主人转世？啊！不枉我在这世界漂流多年，我一定要想办法留在这里。仙尊误会恩人了。哎？我叫飞叶，旁边这位叫白桃，我们本被收为武姬，献给妙音宗宗主，助他突破洞虚境。若非恩人派遣灵宠将王二人解救，恐怕妙音宗早晚会控制整个东荒。是这样啊。就说您别误会嘛。师尊，那这两人怎么安排？过几日等风头过去了，我派人送他们离宗。啊，仙尊，万万不可。若是改日再被妙音宗掳走，我们定无活路。
仙尊救命，我不想被那糟老头玷污啊。这师尊，既然他们是舞姬，不如就让他们跳一段看看再做决定吧。哦，既然徒弟要看，那就让你们简单跳一下吧。那小女子献丑了。停停停，好了好了，跳得很好，跳得很好。仙尊，我还没开始跳呢。我留你们做外门弟子便是，不过你们需要每日饲养灵宠才行。多谢仙尊赏识。那现在带上灵宠跟我走吧。是。师尊还真是温柔体贴，心地善良啊。等等，这是手劲儿不小呀。还是收回刚刚的话吧。宝贝徒弟，近几日真是辛苦你了。嗯，确实心情有点复杂。要不要为师再给你检查一下身体呀？道长老何事？宗主，妙音宗宗主李天寻来了。这么快就来兴师问罪了吗？莫慌，我们马上到。妙音宗的道友，别来无恙啊。李某携带全宗至宝，特来谢罪。嗯，你这是又在玩哪门子把戏？没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门内收藏的珍宝全都被您的灵宠啃得一干二净，连历代先祖的坟头都没能保住啊。嗯，确实有点惨哦。看，铲屎官不好当吧。那李道友今后何去何从啊？若贵宗不嫌弃，我愿以魂血作证，今后我妙音宗任由紫云宗差遣。魂血，有了这滴血，李天寻的生死全凭我一个念头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就先给你保管着。哎，话说你们那边有好一些的鱼干吗？哎，有有有，叶公子，你看今年新款刚刚排万川 4S， 手感一级棒，180斤连拥，硬拔不爆干。这么好，说的我都手痒了，简直是消磨时间利器呀。师尊，我去钓鱼喽。好好好，记得钓条大鱼回来。放心，钓鱼佬永不空军。真的要跟宿主说再见了吗？时间不多了。宿主，这是无限子弹又不卡壳的小伊万灭杀枪，给你防身用。干嘛给我这个？狗系统，你是不是又想坑我？我还提前帮你做好了宗门大阵的家伙，毕竟我这一去可能只有一个不在了。什么？哎呀，小系统不在，再也不会有人在我耳边逼逼叨叨喽。终于可以躺平了。哎，我去，好大的风啊。真是没素质的畜生。打扰老子清修。哎，这是哪个宗门的人，这么不长眼睛，竟敢冒犯主人。姐妹，你从昨天就一直在暗中窥听着恩人，似乎更冒犯吧。暗中保护的事怎么能叫窥听？哎，不与你说了，我得去帮主人找回场子。好好好，还是你有理。刘管家，就不能让我在万寿宗争取一下吗？我现在还不想嫁人。七奶奶，你可不能任性，下嫁大梁国可是家主的主意。那怎么不嫁我妹妹？说到底还是我父亲偏心。哼，站住。嗯，主子，好像有个金丹期的小家伙在后面叫咱们。
真人向来心善，见不得有人受伤，记得让对方死得安详点。得嘞。嘿，喂，素素站住，那是什么品阶的灵兽，竟然飞得这么快？啊！竟敢偷袭我！嘿咻！你的灵魂怎么是一把剑？莫非你是剑灵？我修炼了十几年，就算是半步洞穴也没能认出来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可是化神期的魂修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剑灵可是比我们灵兽还稀有的存在，看来把它完好的献给主子才行。哼，那又如何？只要不搞偷袭，就算你是化神期的，我也能。呵，什么？金翼祭酒？就你那破剑，还想和我斗？不如亮出你的真身。拜拜了，宁磊。我去，别跑呀！武器都没了，这还打个屁呀、啊！还是把他骗回去，交给主人解决得了。哎，那个剑灵呢？怎么只有个凡人在这里？哼，看我主人怎么收拾你！小子，你可见到附近有个剑灵？没看见。是吗？若是扯谎，我可会杀了你哦。大可以试一试。挺狂呀，小子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啊，天野居然有反应了，莫非是因为这个东西？我建议你放下那东西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笑话，这玩意儿还没我一根手指长呢，能咋的了？不信你可以扣动中间的扳机试试。扳揪是这个。扳揪是这个。哼，不听好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呢。看起来把这蠢货灵兽处理成饵料应该不错。哇，主人好厉害啊，这么快就解决了。主人就是用这东西瞬息间秒杀化神的。若是我能将这武器炼化为身体的一部分，日后肯定能帮上主人的忙。我的灵宠死了。七奶奶，我得赶紧回去一趟，你和俊隼先待在原地。好。怎么这么多血？莫非是宝贝徒弟钓鱼时受伤了？宝贝徒弟，你没事吧？完蛋了，徒弟已经不满足吃灵兽了，现在改吃人了。忘贪就是死在这里的，胆敢杀我灵宠，那老夫也不必仁慈。哼，都给忘贪陪葬吧。宝贝徒弟，你是真会糟蹋宝贝啊，这狼妖的皮可是能做成上等的皮甲。还不是这狼有负人情，怕吓着你们，我就自己处理了。师尊，这是要下雨了？去！不好，有人要灭我紫云宗。宝贝徒弟。师尊。什么？怎么回来了？啊！你不要过来呀！啊！这就是狗系统说的护山大阵。师尊，不用护着我了，那雷弹已经没了。没了？没了？
我差点以为我们要丧命在这了呢。不用担心，师尊，这不是还有我在呢吗？别摸我头了，我好歹是你师尊。好好好，那我不摸了。这么急把手抽回去干嘛？你没看见我头发乱了吗？快帮我抚平。没想到这宗门有此等强大的护宗大阵，一定要想办法搞到手。这逆转之法我终于学会了。这附近竟然有人，正好可以吸收些灵力治愈肉身。小伙子，死读书是没用的。谁竟敢偷看我练功？别紧张，我就是路过的游方道士，看你努力有意助你而已。哦，但我凭什么相信呢？妙的，要不是我手重伤，真想一巴掌拍死你个。这是洞悉之眼，可观千里，老夫就送。多谢道爷，这宝贝我先收下了。不打紧，我这还有。谢谢道爷，道爷大气。还有吗？也一并拿出来。忍不了，我现在就要抽干你的灵力。什么？拿来吧你。这样下去可不行，正好可以试试我的新法术，逆转之法，启动。啊！为什么我的灵力反而被吸收了？不对，修为怎么也留不住了？救命啊！啊！怎么回事？刘管家怎么也死了？巨隼，刘管家出事了，咱们快回去看看。哪里啊？何人敢伤我巨隼？哼，乖狗，就是他欺负咱们主人，快上去咬他。哇哦，让我咬，让我咬！就凭这小家伙，我还真是被小瞧了。去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哇，我咬！妈呀，那么可爱的小狗一瞬间就能撕碎巨隼，得先找个地方藏起来。只能先躲到这里了，希望能安全一些。只想与现实丢下那梦与我，谁叫你看我为何不放过。那个小丫头跑得也太快了，灵宠都跟不上。没发现我，没发现我，没发现我。就在这里。完蛋了。你们怎么在这里？主人，你来了。主师兄。吵吵嚷嚷的，午觉都睡不成了。他就是灵宠的主人，完了，我这是进贼窝了。你们两个先下山去吧，我正准备睡觉呢。好的。拜拜啦，主人。他居然知道我在这儿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哇，小姑娘，你谁啊？怎么钻我被窝里面睡觉？对不起前辈，早些时候我冒犯到了您，您派灵宠和仆人杀死了我的俊隼，一路追我至此。
我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嚣张了，希望前辈能原谅我。小姑娘，我从未对你有何敌意，这一切都是他们擅作主张罢了。擅作主张？也就是说随便一个灵宠和下属就能有如此实力？对啊，若是能攀上这条大腿，我不就能摆脱家族，不用下嫁给梁国的皇子了吗？你就先住我这儿吧，我明早跟师尊说清，按价给予赔偿。赔偿？不不不，前辈，我不需要赔偿。为何？因为得找个合理的说法留在大能身边。因为我喜欢前辈。司徒亮亮，你要忍住啊，只要能取得大能的欢心，魏寿宗的师兄师弟就再也不能欺辱你了。这不成，刚出阁的毛丫头你懂个屁呀。这证件是我先发现的。是你发现的又怎样，我看见了就是我的。去死吧。嘿嘿嘿，终于赢了，只要把这件带给宿主。2204号啊，好久不见呀。败家系统，哼哼，败家系统，你也是来和我抢气运值的吗？我可不会放松警惕的。我又不是你这个老六，又是端尸又是射陷阱埋地雷的，我这次来是来和你做笔交易的。交易？没错，这是新抓的费，非常厉害的系统，价格是你这次获得的全部气运点。它有什么功能？它可以给宿主打五倍的鸡血，不再摆烂。成交。嘿嘿，我要赶紧回去给宿主试一试。不愧是我，躺着就能把气运挣了。可恶的204号居然敢骗我，改是必定让你好看。奇怪，此时临近中午，为何仙羽风连炊烟都没有？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我们等会儿下去别打草惊蛇。打草惊蛇？这词用来形容徒弟未免有些不恰当吧。似乎没什么问题啊。我操了，难道我的少女直觉失灵了？少女？前辈，你在干啥？是吵到你了吗？什么？这是……完了，宝贝徒弟居然变心了。哎，宗主，挺住啊。原来他喜欢小巧一点的吗？早知道我就不该留下这身赘肉。在下死谏，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我相信只要宗主胸怀大爱，叶凡自然会懂你的好处。宝贝徒弟，快到我怀里来。胡闹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宗之主啊。不如就让大徒弟子冰回来吧，他绝对知道怎么办。前辈，你这是在刻写碑文吗？算是吧。好丑的字。啊，前辈，说起来你是不是很喜欢捕食妖兽啊？的确如此，毕竟妖兽的肉很美味。你提这个干嘛？哼，我想和您做笔买卖，保证每顿饭都有妖兽吃。买卖？呵呵，七师妹，你这是打算背叛我们万寿宗啊？你竟敢为了不下嫁梁国
害死了刘管事，还有宗门俊子。只要你跟着我，宗门之事我替你解决。管事和俊损之死是我之过，回到宗门我自会受罚，用不着你管。这可由不得你。火龙，给我伤了这破宗门，把七师妹给我抓回去。我劝你们别在宗门里面动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里还轮不到你一个凡人指手画脚。火龙，动手。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哎呀，自己作死那就没什么办法咯。哇，好强的阵法。这宗门的大阵真他喵邪门。一定要将这事儿告诉我爷爷。哟，啊，还想去通风报信啊。放我出去，快放我出去。这么热的天关了这么久还这么精神。子夜姐姐，你为什么把我的小床床拿去给那个人躺？当然是为了救死扶伤了，毁尸灭迹。那这样我岂不是又帮主人做了件好事？那是自然。闭关了这么久，谢谢你陪着我，小家伙。不知道宗门现在怎么样了，还是先看看令牌留下哪些信息吧。啥？师尊出事了，师尊可千万别出事啊。说起来你就是万寿宗的高徒。我只是宗门第七位亲传弟子，洞虚二层还远远算不上高徒。洞虚二层，那为何来我这二流宗门叫我爱徒？哼，老婆婆您误会了，我只是来请前辈到我万寿宗做客罢了。老婆婆。师尊。我凭什么答应你？老婆婆，你是前辈的师尊，你更应该问问前辈的想法，不是吗？身为洞虚境，年岁不见得比我小吧，到底谁是老婆婆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罗场？要实力没实力，要年轻没年轻，你凭什么能当前辈的师尊？就凭我熟女的韵味，怎么了？你前辈。别扯上我，这事与我无关。这怪不得前辈对我没兴趣，这输的也太耻辱了。带我去万寿宗走一趟吧。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？好好的前辈，我这就带路。前辈，这里就是万寿宗了。不错，不愧是拥有万寿之名的宗门。少爷，还我儿子命来。假装长老，我是和武师兄有些冲突，但武师兄走后我也不知所踪。欺败胡言。假装长老，我可是为宗门请来一位外卿，你不能杀我。我儿死了杀你又如何？别说是宗主了，就算是太上长老也拦不住我。你也是杀死我儿的凶手。我拿命来。怎么办？这家伙看着不太好对付啊。是地剑，这不是我前世的灵剑吗？
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主人果然很震惊。等会儿，我要不要变回人身呢？要是主人知道我借助天外之力游历多个世界，只为回到他身边，绝对很感动吧。小子，不会以为就凭一把剑就能拦住我吧？看我不把你捏成肉泥！剑来，看样子不出手是没完没了了。说起来，我现在没有能力，应该杀不死人吧？嘿，啊！我去，好大的力道！主人，快使用我进行反击吧！不可能。只剩余些许片刹那梦与我，谁曾你看我为何不放过我。